乳癌居高不下，有这些症状，你可能是罹患乳癌的那个人哦。肥胖会对我们乳癌的发生率会提高。高脂肪的食物除了说有可能造成肥胖以外，也有可能造成你的发炎的体质。这谁比较容易患这个乳癌？11岁以前就来，55岁以后才停。今天晚上8点钟，未来综合台健康好实在。